这是我在拉萨拍照时相遇的女生，和我一起前往阿里无人区旅行。经过6天的相处，我们住进了酒店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今天准备从出勤线离开，穿越阿里的一个无人区。前天我们在那个地方待的温度是-22度，往前走最低的温度有可能能达到-30多度，希望我们一路能够顺利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吃早餐。Hello， 好吃吗？好，现在回到房车里，然后发现我的采暖我昨天是没有关的，想着说让它车内的温度高一点，然后今天进来里面会比较暖和。进来以后发现我的采暖自己停止工作，然后车内目前温度-9度，然后我现在重新点开采暖，不知道它能不能打着。我的前车到现在动的直接打不着，直接按没反应，一动的一点电都没有了。我们先来用这个车子快速启动的这个给电瓶启动一下，看能不能启动着啊。你这个买了多少马力？600多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在-20几度的情况下能不能把车子的电打着啊。不单单是我打不着啊，然后他们都在打不着，都在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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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听到没？都打不着，显示已经通电了。我们来打一次，根本打不着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打第二次，还是点不着。再来点第三次，还是点不着。它这个电压主要是不稳，你注意看啊。我这个屏幕上这个一会儿灭一会儿亮，一会儿灭一会儿亮。下面弄车子什么弄半天了，小姐姐在房间里面化妆还没化好。丽丽，你好了没？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们的前车打不着了，然后后车的采暖上后半夜它自己停止工作了，然后不知道等下到暖一点的地方它行不行。灰灰，小灰，咦，这个小猫咪是上次那个小姐姐把那个猫咪给我弄丢了，她又给我空用寄了一只过来，已经跟我住了接近10来天了，现在已经开始跟我慢慢的熟起来了。熄火了吗？不是熄火了，是打不着火了。我现在在用这个EcoFlow的这个移动电源，然后插在这个220家用电源上面，通过这个车载的充电器给电瓶进行充电，然后现在正在充着。我看一下，现在14伏了，应该能打着了，差不多应该能打着了。用你那个，我操，怎么打也打不着。我们再打一次，看能不能打着吧，来试一把。打不着的话就今天就完犊子了。哇，走了啊，对，走了。哇，关键时刻真的在外面还是要备个移动电源，又可以带着电热毯，又可以给手机数码设备充电，关键时刻车子打不着还可以给车子打火，对吧，多功能哈。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出发喽，今天去的地方会更冷，怕不怕？穿了4件衣服，穿了4件衣服。好，出发 Let's go。 我们从酒店出发，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驾驶，我们到达那个扎什兰木错，这是这片区域最大且海拔最高的一个湖泊，现在已经完全结冰了。我们现在先让我们的冲哥先下去试一下，看他人会不会掉下去，因为他是最轻的，肯定掉不下去。他进去不会掉下去，我们再下啊。你要第一个下吗？先试一下，轻轻的踩啊，好像很厚实的样子。我靠，这人踩上去感觉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要不要把那个坦途开下来试一下？开过来，开过来漂移啊！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把那个坦途开下来漂移啊！摔倒了不关我的事啊！我们把房车开过来露营吧，那是不是很酷？哦，拉太重了。我发现我用我的体力拉着它拉不动，我们等一下把坦途开下来，把它拴在后面，用拖拉车拉着跑。这个一定肯定很刺激，我就不信坦途如果再拉不动你，那就是没办法了。坦途现在开始下冰了啊！我靠！慢一点啊！你挂四驱呀、啊？挂四驱，不挂四驱你要甩尾。没事，我操，这个车走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来，打个方向，踩个大油，那屁股甩起来。对，踩油门。方向多打一点。不会玩。回来，不要开到里面去了，开到太里面了，怕里面冰雹危险。对，我们就在这一片玩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我来漂一把。啊，开过来，我飘给你看。系上安全带，我们开始出发了啊！门关好没有 ？OK， 走了 ，Let's go。
们来看在冰面上给我们表演劈叉。先拉伸一下脖子。不要激动，我们等着呢。等一下一劈，咔哧，裤裤裆破了。让我的牛仔裤子有点紧。预备，准备了啊！3、2、1，裤子破了不关我的事啊！回，哇，可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扎日栏目错漂移就到此为止，我们接着往前走，前面还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，希望我们今天能够顺利穿越无人区。Let's go， 出发！对着镜头 ，OK，